少少。我唔知啊，你問佢，即係唔好越嚟越快就，總之。哦 ，OK，OK， 咁你個 tempo 你問佢啦。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哇！星期日好高兴见到大家，好多好熟嘅面孔喺度，系嘛？啊，其实我哋真系要感恩啊，因为咧啊，你哋大家都健康，所以可以翻到嚟神嘅屋企，神嘅家入边，系咪？即系有啲唔舒服嘅，要喺屋企嗰度敬拜，或者有啲其他嘅忧虑，但系好明显，大家都系好喜乐、好开心咁啊！见到大家喺度解，互相咁样倾偈。啊，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回到来神的家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真的很温暖，好吧，好见到大家弟兄姊妹一起，整个礼拜没见了，真的很多事要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我们是跟我们的天父在这里呢，我们倾偈，是吧，不如大家试一下低头，好吗，我们将用少时间，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倾偈啦。我们很多时间在自己平时一个星期里面，天父啊，我们都是很多祈祷，很多晚祷，很多时间我们都是跟你去倾诉，神你都每一样东西你都听我们讲，主啊，我们知道你现在都是在天上，但是2000多年之前呢，你是试过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地尝试会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要经历一下我们要经历的，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天父，你是天上尊贵的圣者，你选择落到你人间是代我们受所有的痛苦，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罪的问题，你帮我们解决，你用你的血啊，帮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洁净我们，使到我们有一个出路，我们可以能够轻易，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我们能够仰望你，我们多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份里完全为我牺牲，承受离弃，完全为我舍身，沙土里先化做践踏，于足下降成杯罪过，全为我，越古今声威，盖过尊贵，越穷苍宇宙，终身受造源头，是万有之先，愿比一切崇高，有永有，早于所有创造，愿万有赞颂敬畏宣告，神荣美权能，愿超历代群号，是万有主宰，胜于一切财宝，起身好嘛？石坟里，完全为我牺牲，
千担，于砖下降，成杯醉过，全为我。越古今星辉，盖过尊贵。越穷苍宇宙，终身生做源头。在万有之先，愿比一切崇高。自由永有，早于所有创造。愿万有珍重，敬畏宣告。神荣美权能，远超历代群号。自万有主宰，胜于一切财宝。全为一切能够相信你、得着你救恩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的圣灵呢，是真的灌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每一个都得着你的荣耀、你的圣洁，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你喜悦的生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Thank you.
供应，主啊，你俾我哋系真系最好嘅。无论我哋今天系活喺咩光景之中，虽然我哋有有我哋嘅痛苦，有我哋嘅困难，有我哋嘅忧伤，但神啊，我哋有咗你嘅爱，有咗你嘅荣耀，有住你从你而嚟嘅圣洁。所以主，我哋其实系活喺你嘅光入边，我哋真系好得无比。我们要用诗歌去赞美你，求你真的预览我们弟兄姊妹从心而来的每一句的赞美的说话。神，你圣洁当得尊贵，内心欢呼拍掌，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内心感恩喝彩，甘献上为你属意主。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主啊，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将我们剩下来的生命都能够荣耀你，交在你手上面，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去能够荣耀你。多谢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敬拜，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献上。 Amen。 大家请坐。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早上咧，我哋好高兴咧有林宗义牧师喺我哋当中啊。林牧师咧，如果你星期日咧，你朝头早开收音机咧，你会听到佢把声音。
咁咧，佢喺呢個嘅環球嘅啊廣播啊今日之家啊呢、這個事工裏邊咧，就係、是、咧以誒、啊、今日之家，我知道係以前係學員傳道會啊下邊嘅一個嘅分支，就係嚟到係去到係做一啲福音嘅誒、廣播節目。咁啊，林牧師咧喺啊～啊！喺呢一個嘅家庭啊、婚姻啊、啊或者係咧係啊擲偶啊各方面咧，佢都開咗好多研習班嘅。咁啊，我相信咧，我哋可以喺佢身上邊咧聽到好多嘅經驗啦。咁今日咧，佢啊特別咧嚟到係為著我哋咧嚟到係咧講一篇啊信息。個信息咧就係咧，到底你嘅人生嘅生命嘅追求係啲咩嘢咧？咁啊，我哋啊側耳而聽啊，聖經話凡有耳嘅。我哋應當聽，咁我哋亦都喺呢度咧，係咧有阿 Emily 啦，咁啊阿師母喺我哋當中啦，我哋一齊做歡迎，亦都歡迎阿林牧師，咁啊係誒上嚟係。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願神俾我哋一個平安喜樂嘅心。啊，呢個世界上，我哋好多時候都不斷咁追求，係嘛？好多時候，我哋有自己不同嘅追求。但係無論係點都好啦，我哋點樣追求都好，好似越追求就越多夢想，越多夢想嘅時候咧，就不斷咁樣追求。但是大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追求，这么多的挣扎，我们得到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的这样的人生吗？有一个很出名的球员，打 baseball 的，那有人问他，如果你当初开始参加球队的时候，你最想听到人家怎么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他就想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几咁希望有人跟我说，当你达到比赛最高峰的时候，得到很多的掌声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你所得到的不是一定可以令到你心里面能够有个满足。那这个球员说完之后，他说我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努力追求我自己的梦想，但是我得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仍是一个很清淡、很空虚的这样感受。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啊，这么努力、这么挣扎去追求我所得到的一切，只不过是听到人家的掌声的给我的自豪，这样的感受。大家姐妹，当我仍然是年轻的时候，做年轻的弟兄姐妹的导师，有一次我问一个大兄，我说你一生中啊，你想追求的是什么呢？好像刚才阿 Sam 跟我说，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追求啊，一定是追求神啊！是啊，他就是这样冲口而出，追求神啊！我听了之后，我就问他，那你追求神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真正要在神里面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我问他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回答的。
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啊，佢嘅價值觀都唔一樣嘅，係咪啊？因為咁嘅緣故咧，佢哋嘅思想啊，佢哋嘅追求都唔一樣。但係弟兄姊妹，當我哋追求嘅時候，喺我哋一生中不斷咁追求嘅時候，我哋唔好忘記，好重要嘅就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要思索一下，我哋點樣去追求？點解咧？因為不一樣嘅追求會帶嚟俾我哋不一樣嘅心態，你話係咪啊？咩叫心態咧？大家注意，咩叫心態咧？心態就係我哋自己嘅心意、心思、意念啊！我哋心里边所渴望嘅，所感到感觉到烦恼嘅，我哋所要追求嘅一切，但系不一样嘅心态咧，会形成咗我哋不一样嘅人生。人生系乜嘢咧？人生就系我哋活着喺呢个世界上，我哋自己嘅价值观何在？不一樣的人生會導致不一樣的生活。生活是什麼？生活就是我們每一天每一天所度過的一切的活動的過程。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要記住，当我们在每一天的时间里面所做的一切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会形成了我们对神不一样的心。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决定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我们怎样去度过我们在世上的一生。我们不要忘记，当你爱神的时候，当你爱神的时候，你的爱就填满了你的心。但是如果你是戀愛追求世上的一切，俾你的夢想的時候呢，這個世界就擁有了你的心了。到那個時候，大家知道你的心不是你的，當然都不是屬於神的，你說是不是？大家知道，难怪耶稣咁同我哋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大家你知唔知？我哋想要追求嘅系乜嘢咧？你心里边最着重嘅系乜嘢咧？你每一日嘅时间里边，你所做嘅系乜嘢咧？你在 YouTube 或者在多数的在这个 Facebook 的，你每一天的时间所填上去的是什么呢？我这排呢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因为我看到在 Facebook 里越来越多，甚至是牧师啊，他们在Facebook 登上去的这个是什么？你估一下，饮饮食食，吃吃喝喝，游山玩水。有些呢，他去了远东几个星期，他回来之后呢，整个月天天都有不同的
照片，講到飲飲食食，去邊度玩。弟兄姊妹，如果個個日啊都揀到啊最精彩嘅照片嚇，想要所講嘅引人吸引人嘅話，你話佢一生裏邊，佢一日裏邊啊，佢所思想係乜嘢？弟兄姊妹，你所思想嘅一切，你行動上就會表現出嚟，你心裏邊就會不一樣噶啦。你話係咪啊？我哋應該問下我哋自己，喺過去一年裏邊，我所做嘅事，我所追求嘅一切，有幾多係以神為念嘅呢？有幾多係有個永恆嘅價值呢？呢個係我哋需要思想嘅喎。你話係咪？我識得有一個人啊，呢個人咧好關注佢所投資嘅支票嘅價值嘅高低。咁佢呢個人咧，朝早又睇啊，坐低又睇，夜晚又睇，因為股票的時間很不同。如果你在 你投資在中國的股票，你幾時看啊？啊？揀夜晚啦。如果你投資在美國的呢，就朝頭早啦。佢呢個啊，食飯都睇，我話俾你聽啊。連啊，幫老婆湊細路仔咧，佢都揸住個手機咧唔停啊。細路仔咧，你估係做咩嘢？你估啊？不是跟爹哋在一起，有个心意心啊，全心的联系。小孩子呢没事做，爸爸看手机看股票，他们看什么？他们就是看手机咯。告诉你听，如果你见到你小孩子在家看手机的话，你要反问自己，你的心在哪里？細路仔好需要你的關懷，好需要你的集中力去培養他們，但你的心不在這裡，就算有人在這裡的時候，有什麼價值呢？那我這個朋友呢，那些股票高的時候，他就哇很 excited 啊，覺得自己了不起啊！你睇我，哇！我真係識得點樣去投資啊！但係股票低嘅時候咧，心情就好唔好嚇，好驚慌。嗱，唔好話咩啦，我唔係投資嗰種人啊！我係做工嘅時候，我有少嗰啲啊 retirement。當然嗰啲係股票啊、mutual fund 啊。我琴日收到個 mutual fund 嘅個 statement 啊，一睇落去咧，唔係好多錢嘅我哋，一睇落去咧嚇壞我，唔見咗30,000+喎，20% 唔見咗喎，3個月啫。你話你個心睇到之後，你驚唔驚啊？啊！第二點啊，我呢個朋友咧，價錢跌嘅時候啊，佢心裏邊咧好煩躁啊，變得脾氣變得好壞啊！細路仔講一兩句咧就俾佢鬧，可能佢連老婆都鬧埋添啊！所以第二點啊，你覺得我呢個朋友啊，呢、這個朋友係點樣個人咧？你話佢咁樣嘅追求啊，會唔會把佢陷入喺撒旦
魔鬼的圈套里面，会不会啊？一定会。他这样的心态啊，会不会令到他忽略了属灵的价值啊？会不会啊？他这样的人生啊，会不会影响他对神的心啊？会不会啊？他这样的生活会不会令到他失去了美好的见证啊？小孩学识啊，他家的小孩呢，我告诉你啦，一黑到黑都讲钱，你叫他做咩都的时候，他问啊 ，How much？ 收起你大家弟兄姊妹啊，你哋屋企啲细路仔仲细啦嘅时候咧，叫佢帮你做乜嘢咧，冇讲俾佢听。你一个同我做咧，我俾$5你。以后啊，当你长大嘅时候，当佢哋长大嘅时候，你已经年老啊。当你要求佢帮你去睇医生嘅时候，佢会点讲啊？吓，佢会点讲啊？我帮你咁样做有咩价值啊？嗰陣時唔係$5啊，我都唔知要幾多錢。可能佢想你做啲細添，嚇！弟兄姊妹，我哋要記住，我呢個朋友咧，就好似乜嘢咧？就好似喺主耶穌基督喺嚇馬太福音書講到一個撒種嘅比喻。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怎么说？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这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制住了，不能结实。第二节嘛，我们要朋友的心呢，就好像撒种的比喻中的荆棘的泥土一样。大家知唔知？我哋有冇想过，究竟我哋嘅心田系点样嘅泥土咧？主耶稣继续讲落去，佢话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大家听住嘛，天国嘅真理，神俾我哋嘅道，俾我哋呢个道嘅种子喺我哋心田里边，唔会有机会成长，唔会有机会结果，除非我哋嘅心系一个洁净、软弱、洁净、软弱、无杂念啊咁样嘅心田。我想问下你哋啦，大兄姊妹。今天早上你自己的心田是怎样的呢？我们都要思想一下，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充满了钱财或者世界上的这样的思虑的时候，他们的人呢，不只说有不应该的追求，佢越多追求咧，佢就越多贪念噶啦。大家知唔？咁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追求。咁喺马太福音，喺路加福音书第12章嗰度咧，记载咗一个人啊，一个人喺度听主耶稣讲道嘅人啊。呢个人咧，个心里边就系咁样。我一个好泥土的心田。咁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咧，其中咁呢个人咧就问主耶稣啊，佢话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同我分家产啦。当然你都知道点解啦，可能呢一个咧，呢一个兄。
梗係個細佬嘅，因為叫兄長嘛。原來咧做細佬嘅咧，喺古代嘅時候，我哋中國人都係嘅。長子咧就大攞大份嚇，幾多咧我就唔知嚇。不過咧，咁呢一個做細佬嘅咧就問耶穌：夫子，其實咧佢呢個唔係請求，佢兄長個吩咐，即係佢睇到主耶穌嗰種大能。他的聲望可以幫助到他，可以能夠滿足他所需要的得到的一切。他說：夫子，請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那大家知道嗎？如果你看到主耶穌回答的時候，你又看到這個人的心真的很貪婪。他不滿足他已經得到的。主耶穌看出這個人的心，那種貪心的觀念，所以主耶穌沒有跟他做中保，跟他分家產，反而用了他這樣的請求去教訓在那裡站在那裡聽他講道的人。當然亦都係教訓我哋。咁主耶穌就話：你這個人，誰立我做你們判事的官，給你們分家業呢？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家知唔知？所罗门王当佢临死嘅时候，佢死之后啊，佢得到嘅系乜嘢啊？只不过系六尺之地。大家知唔知？其实咧，呢个人啊，可能他不覺得自己貪心，我告訴你們。為什麼呢？因為他是覺得自己他要得到的就是什麼？他應得的嘛。I want to have what I'm deserved。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是這樣自己說。我只是想得到我自己應得的嘛。但是當我講到應得的時候呢，已經起了個好嚴重的貪念噶啦，大家聽知唔？佢啊，呢個人咧，佢好唔滿意佢自己得到嘅，因為咁嘅緣故咧，個貪心、個貪婪嘅心咧，好快咧就將佢咧就逼住咁擁有咗佢嘅心啊！最大的問題你估是什麼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這個貪婪的心呢，在他心裡面財寶財富就對替了神的位置。你說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呢，難怪保羅啊在提摩太前書六章第十節那裡講給我們聽：貪財是萬惡之根，貪戀情財、錢財就被引惑離了真道，引誘離開真離了真道，用許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大家知唔知？主耶穌啊！在那個時候呢，他想怎樣可以能夠令到在聽到那些人真的明白他應該一生中追求應該是什麼呢？什麼是有永恆的價值呢？所以他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一個無知的財主的比喻，去提醒在聽到的人，
在他们生命里面，他们必须要追求的是什么？那耶稣就跟他们说，有个财主，他的田地很丰收，但是他心，一个人这么丰收，你说开不开心？我刚才说给陈牧师听，我来的时候呢，哇，我很开心，为什么？一打命打开车门，将钱身的时候呢，见到我啱种嗰啲番茄矮瓜哇，嗰啲辣椒，我好中食辣嘅。哇，睇住咧一个个咁出喎，今朝早咧睇到两粒啊咁细粒嘅番茄啊，我讲俾师母听，老婆老婆，你快嚟睇下，我唔知几开心。一兩粒嘅番茄，我都咁開心，何況即係咁多豐盛嘅豐收呢？係咪？但係呢個人咧，心裏邊好受苦啊！點解咧？佢話：嚇，我唔知點好啦！我點可以將我咁樣嘅豐收啊，放喺我呢個啲咁大個個貨倉裏邊咧？我喺度諗，喺度諗，應該點做好咧？下来他想了一个好的方法，他说我拆了这个小的起个大的，其实我又想，其实都不是很聪明，我拿了个小的再起个大的就更好，是吧？他不是，他拆了个小的起个大的，起完之后呢，他自己在想，哇，我现在真的开心，真的安心，我的丰收啊，年年咁样个丰收用都用唔尽啊，系咪？我一生可以咧吃吃喝喝，过着一个咧无忧无虑，有个充满快快乐乐咁样嘅人生，几咁好呢？吓，咁嗱，有个提议讲俾你听，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都要睇下其他嘅译本嘅。咁喺和合本咧就講到話，個人就對自己説嚇。頭先我哋讀過經，喺呢個比喻裏邊，佢對自己説點樣可以能夠有一個可以裝到佢五谷嘅咁樣嘅豐盛嘅收穫咧？其實咧對自己説呢個和合本咧，亦為对我的灵魂说，其实不是灵魂，是魂。这个原文就是这个魂的意思。魂是什么呢？魂是什么？大家知道吗？魂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我们的欲望，我们所喜爱的心念，是吗？大家知道吗？这个财主其实呢，你觉不觉得他很有远见的？看到丰收这么多，装唔晒，起个大嘅，拆咗个细嘅。喺人嘅眼光里边咧，你觉得好唔好啊？应该系唔错噶，系好有远见嘅吓。咁点解呢？因为佢识得为咗将来嘅生活着想，考虑到佢将来嘅需要吓，点样可以能够俾佢一个安息、快快乐乐嘅日子度过一生？不過第二啫嘛，一諗深下咧，你又會知道啊。其實係一個近視短視嘅咁樣嘅計劃，咁樣嘅籌備。點解啦？因為佢想唔到啊，佢一生所有嘅、所儲蓄嘅，到佢死嘅時候咧，是不最屬於他的了，你說是不是？那有人呢，有人這樣我說過一句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怎麼說。那些人說呢，我相信你都會同意的，有錢可以買到一間很舒服的床，但是買不到呢舒心的睡眠，啱唔啱啊？
我心里边忧虑嘅时候，我瞓唔着嘅话俾你听。有时两三点、四五点咧起身做嘢，点解做嘢啊？唔系我勤力，我瞓唔着啫。有钱可以买到名贵嘅表啊，但系咧买唔到珍贵嘅时间，啱唔啱啊？有钱可以买到各样嘅保险，但买唔到真正嘅平安，同意吗？有钱可以买到长寿嘅药品，但系买唔到咧永恒嘅生命，啱嘛？弟兄姊妹，呢个财主啊，好无知。佢想唔到，当佢得起得意洋洋嘅时候，充满一个快乐嘅心态嘅时候咧，佢自己以为啊，啊财运啊啊亨通，万事如意啊！但系佢谂唔到咧，掌管生命嘅神喺嗰时候咁样同佢讲，佢话：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的灵魂就是他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会对这个无知，用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讲给他听，你所积蓄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你今天的生命就会终止，你所留下的要给谁呢？你大家可能心里面想，当然给自己的仔女啦，但是你的仔女只不过是你给钱之间的媒介。我告诉你，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你这样想，你俾錢佢，你估會唔會儲錢啊？會唔會啊？我話俾你聽，可能佢聽日就去買架跑車嚇、啊。你記唔記得嘅？幾年前咧，咪有對孖仔殺仔做明星做導演嘅父母，記唔記得？嗰頭殺咗，聽日就買咩啊？買一個 Porsche， 佢哋諗住俾警察捉咗。弟兄姊妹，我哋所得到嘅，當我哋離開呢個世界之後咧，就一無所有噶啦。嚇！呢個無知嘅財主啊，以為自己嘅把握自己嘅生命，點樣去處理，能夠得到自己嘅夢想啊？得到一個安心舒適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享受他自己的一生。但他想不到呢，他生命就在那晚終結了。他想不到的一切，他沒有想到啊，他一切的豐盛都是從神而來的。弟兄姊妹，他都想不到啊，他想不到他自己咧，淨係想到自己嘅一喺最細嘅一生嘅咁樣嘅享受，佢更加忘記咗咧，弟兄姊妹，佢所有嘅一切都係神賜俾佢。弟兄姊妹，呢個無知嘅財主咧，讓享受啊佔蓋咗佢自己嘅內心。忘記了怎樣為神的永恆的國度好好的預備，也都沒有想過他應該用怎樣用神所賜給他的一切。
唔止话奉献俾神，更加咧用神所俾佢嘅产业，可以成为有需要嘅人嘅咁样嘅福分。所以当晚神就结束咗佢嘅生命，佢最细嘅财宝就离开咗佢，佢都唔知道将来咧有边一个能够承受佢嘅产业。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记，我哋系信主，我哋系基督徒，我哋系有一个永恒嘅盼望，呢个系咩啊？唔知话，所以我哋唔可以咧，净系顾住今生嘅生活。当然啦，如果我哋啊，用我哋自己嘅辛辛苦苦赚到嘅钱，经营出嚟嘅财产咧，我哋应该可以快乐咁享受神俾我哋嘅一切。但系我哋唔好似呢个无知财主嘅比喻一样，忘记咗神。咁主耶稣喺第21节嗰度咧，讲一句总结嘅话，我觉得我哋自己咧应该要记住嘅。佢话：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富足的也是这样。有三样我可以睇到嘅咧，呢个无知嘅财主咧喺人嘅面前好丰富啊，但喺神面前咧系一无所有嘅。佢财富，佢嘅财富同埋精心嘅计划咧，只不过可以讲得话系咩啊？过眼云烟。主耶稣提醒我哋啊，记唔记得喺马太福音书第六章点讲啊？第33节话，人生嘅追求最重要嘅系点样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哋要记住啊，主耶稣曾经都咁同我哋咁样讲过啊，佢话：而我来的是要他们得生命，并且更得更丰盛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我哋要记住啊，当我哋想到得到一个丰盛嘅生命嘅时候咧，我哋要记住神点样睇到我哋喺一个丰盛嘅生命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重要。我觉得就系当你从自我为中心嘅生命咧，能够转换为以神为中心嘅生命嘅时候咧，在神的眼中里面你是最丰富的。你说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结束这个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时候，我想给你们看一下两个比例。这两个比例可能对你们很有帮助。这两个比例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巴勒斯坦有两个湖，这两个湖呢，那些湖水呢是同一条河流入去的，但这同样的湖水呢，但它入了之后呢，入了去加利利海和入了死海的呢，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两个图有什么看到？看到什么？在加利利海的海边，这个湖边周围是什么？在死海呢，那些是岩石来的。那我呢就这几天就整了个图给你们看，给你们有一个感受。在这个加利利海的水，这个湖的水
同死海嘅水有乜分別呢？同樣嘅水流入嚟噶，啊！喺加利利嘅呢個湖咧，啲水咧係清澈啊，潔淨嘅，可以飲嘅啊。動植物咧可以生存喺呢個湖裏邊。湖邊咧，頭先你睇到有屋噶，有樹林，有草地，係咪啊？人咧好中意住喺嗰度啊！我雖然嗰啲 hotel 咧唔好貴都唔頂，喺湖邊咧嚇，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咧，入去加利利嘅湖水咧流入咗去，有入有出嘅，啊！嗰啲湖水咧連續不斷咁流出去湖出邊，去第二個河流，去第二個湖，啊！流到去死海裏邊，啊！但死海咧，当啲水入到去嘅时候咧，因为有入冇出啊，所以咧嗰啲水咧就俾啲盐啊，嗰啲石盐咧就污染咗，唔可以饮，好咸噶。嗰啲水咧系全世界最咸嘅。动植物咧因为咁缘故就唔可以生存啦，草直情冇人愿意住喺嗰度噶。啲水只係停留喺湖邊，有入冇出。咁你問，如果簡單嚟講，呢兩個湖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啦？嗱，弟兄姊妹，加利利海，加利利呢個湖啊，係一個有瘦有富咁樣嘅湖，流入清澈嘅水源咧。佢連續不斷咁流出去加利利海，湖水有令到人可以有個滿足、有舒服生存咁樣嘅感受，適應生存咁嘅感受。死海咧係點樣嘅湖啊？流入嘅水咧，雖然一樣係清澈嘅水源，但係只流喺死海裏邊嘅湖裏邊。嗰啲湖水慢慢俾啲石葉咧就感染咗，所以咧呢個湖咧就稱為死湖，係一個冇生命嘅湖。點解咧？因為呢個湖咧只瘦不富。咁俾我哋睇到呢個無知嘅財主啊！你覺得呢個無知嘅財主係邊一個湖啊？加利海、加利利湖，唔係喺邊個湖啊？死海嘅湖，點解死海湖啊？佢淨係想到自己嘅享受，自己啊乜都係自己。好似美國而家嗰啲後生都點講啊？我哋喺香港嚟嘅咧就唔會咁講啊。佢哋話 me and my father， me and my mom。冚唪都係以自己為中心，係嘛？弟兄姊妹，呢個隨主就好似死海一樣，將神所賜俾佢一切嘅豐盛咧收藏自用，唔會想到其他人嘅需要。弟兄姊妹，我問你啦，你係加利利嘅湖水啊，還是死海嘅湖水啊？我都要自己想想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选择，作为神的儿女，不只说不要着，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只受不负。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我哋所有嘅一切唔系属于我哋嘅，只不过系一个暂时俾我哋享受使用。但我哋唔好忘记，神俾我哋嘅一切，我哋点可以能够成为一个益人嘅器皿呢？当一个我哋自己觉得有呢个责任，系一个神嘅美好嘅管家嘅时候，有咁样嘅
感受，有咁嘅了解，能够适当咁，唔止话享受神俾我哋嘅一切，更加成为神所喜悦嘅，使人蒙福嘅一位。嗱，喺我命结束之前咧，我想俾一个我师母好中意用字母嚟咧帮人哋了解神嘅话语。咁我前两日咧，我又谂到点样可以用啊？我又用咗 tables 嚟对比一下，我哋点样可以能够成为一个周围嘅人嘅好好嘅邻居啊？好俾我哋能够有时有机会付出，唔止话得到受到神俾我哋，因为我哋能够做一个有富有受有富咁样嘅基督徒吓。第一 T 就系 trust， 信任咧，信任系愿意接纳你为佢哋付出嘅桥梁。你唔好话俾人哋俾嘢俾人哋咧，人哋就愿意觉得你系好愿意接受喎。嗱，我问你啦，睇先，呢位姊妹，我问你，你想你要唔要啊？我銀行有5000元，我俾你啊！你會點講啊？你咩企圖啊你？你咩動機啊？我有一次啊，我喺 Texas 嗰度帶我哋嘅大家庭講座，順帶講道嘅時候咧，嗰陣時咧，我有個 Rolex 嘅 cheap 嘢嘅，唔係金嘅鋼嘅啊，咁啊～咁我講到嘅時候咧，我有機會我就攞出嚟，我溝喺前面有個大兄啊，我話：如果我講俾你聽啊，我將呢個 Rolex 俾你，你要唔要啊？咁，因為我同佢分享福音嘅信息啊嘛，我要接受先可以能夠得到神俾我哋嘅永生嘅生命啊嘛。佢睇住呢個錶，你會點講啊？係咪真㗎？第二句你要點講啊？佢話：你想攞乜嘢啊？所以咧，第二冇冇信任嘅心嘅時候咧，冇信任咁樣嘅心態嘅時候咧，好難接受你俾佢嘅付出嘅。所以我哋要建立友情啊，建立大家之間嘅關係，睇到神俾我哋嘅愛心。同佢哋分享嚇。第二咧 ，A 就係 ask， 你就唔問嘅時候就唔知道佢哋需要係嘛？話俾你聽啦，師母好聰明啊！生日又好，聖誕節又好，咩都好啦。佢唔問我，佢一定要講俾我聽。你唔使去買嘢俾我，你問我就得。咁我講俾你聽，我想要乜嘢嚇？咁我問師母你要乜嘢啊？嚇，咪話俾佢啦。所以你問就知，你唔問咧就唔了解佢哋需要係咪啊？嚇，第三咧 ，be available， 唔好太過忙啊。有時間有空嘅時候先可以幫助人，先可以付出嘅，你係咪啊？係咪啊？我記得喺。我仲喺 CIBC 嗰度侍奉嘅時候，咁啊有個執事同我講，佢話我哋點樣用我哋嘅錢，點樣可以能夠有11奉獻咧？咁我同佢講，我話好重要就係我要教導我哋要教導我哋嘅弟兄姊妹咧，一定要。有唔好用盡佢所有嘅，因為你用盡佢所有嘅錢嘅時候咧，你就冇可能能夠奉獻俾神，要神以神為主嚇，以神為先。第四咧就係 listen，L 就係 listen， 要用心嚟聽佢哋所心思意念，好重要。譬如話好簡單噶啦，咁如果你老婆話
你今天又去哪裡？如果你聽到你老婆這樣說的時候，你的心裡怎麼想？又管住我？是吧？是吧？未必一定告訴你，你老婆可能想，今天又不在家，不陪我，是吧？是吧？所以呢，我們要聽他們心裡所說的話，不是只是言語所說的話，要用心來聽，用眼睛來觀察，才可以知道他們的心意。E 就是 empathy， 要有一個感同身受，將心比心的心去了解他們的需要。最後一樣就是很重要的 Be sincere， 我們付出要真誠，言行一致，不要出爾反爾，講過不算數，講話就要算話，你說是嗎？所以大家姊妹，我們要記住，神給我們的一切，我們要用來成為人的祝福，令到人家蒙福。我們的追求要以神為念，以永恆的價值觀為念，不要經常顧著我們今天的享受。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祂們幫助我們有智慧的選擇，作為神的兒女，我們真的要明白，不要好像這個無知的隨主一樣只受不負。我們不只說要感謝你賜給我們所有的一切，更加要努力地用你所給我們的一切成為人的祝福，榮神益人。祂們幫助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只不過是你給我們一切豐富的一切的管家。當我們有這樣的心態過著每一天的生活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能夠不只是同享受你給我們的一切，我們更加能夠成為使人蒙福的人，更加得到你給我們，更加得到你的喜悅。但是神啊，求你的聖靈保守我們，給我們的心，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當我們過了一個安穩的生活的時候，求你不斷地提醒我們，教導我們，好讓我們能夠時時都記住追求永恆生命的價值，好讓我們能夠警醒地活過我們一生，期待你主耶穌基督的再臨。我們這樣禱告是奉禮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多謝牧師今日為我們的正道有提點我們，給我們更加多的挑戰。我們接下來就有幾個報告。第一，先歡迎我們今天新來賓。我們當中有沒有一次今次是第一次來到我們教會 的朋友，如果有的請你舉一舉手，我們可以能夠歡迎你。有沒有呢？在我們當中今次是第一次來到我們教會的，如果不是的，大家都是老朋友，我們的弟兄姊妹都在下一個報道，就是關於我們接下來這個星期日就有一個視像式的禱告會。如果之前未有參與過的，可以歡迎你問我們的牧師去詳情我們怎樣去參與我們的禱告會，也在接下來的星期日晚上7:30。如果你問牧師的時候，牧師會傳這個禱告會的資訊給你，知識怎樣入到這個禱告會裡面的知識資訊給你的。
咁好啦，嚟緊十月尾咧，我哋就10月29號啦，我哋余牧師咧就榮休啊，咁我哋咧就有一個特別嘅聚餐形式去同佢一個 celebration 啦。咁但係咧，我哋需要大家一定要填咗呢一個registration。註冊了我們才能夠有足夠的午餐供應的，但是如果你沒有註冊，你可以歡迎來到參與，但是呢我們需要你的註冊，我們才能夠有足夠的午餐準備。希望你們scan 個 QR code 的時候呢，你就可以註冊到了。我們接下來十月尾也有一個話劇，我們或者找 Sammy 可以幫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Hello， 嘿，系啊，咁我叫做出嚟讲讲呢个话题啦。其实我想讲讲头先牧师嘅信息嘅。牧师头先讲咧，讲得系好好嘅，即系神俾我哋咁多恩典系嘛，我哋应该要有出有入。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变咗死海嘅一堆盐咁样样啦。咁之前嗰几个礼拜已经好多弟兄姊妹上嚟，又 promo 过，又话有好好听嘅音乐系咪啊，又有好好睇嘅话剧。我想講咧，其實就主要就係我都有份參與呢件事嘅，就見到好多弟兄姊妹咧，無論咩年紀都好咧，其實真係佢哋預備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去預備今次嘅歌啦，同埋話劇啦。目的你知唔知係做咩嘢啊？其實目的咧唔係做 entertaining 喎，唔係話等大家咁耐冇嘢玩，揾個節目玩下啦，係咪啊？主要其實都係傳福音嘅，即係入邊咧，我哋嘅無論嘅歌啦啊，或者嘅話劇咧，其實就係講俾我哋聽咧啊，即係用一個黑色喜劇的形式去告訴大家，其實怎樣為之得救。其實你們坐在這裡，你們知不知道你得救未的呢？會不會跌了一些陷阱，你好像以為自己得救，其實沒有得救到呢？那我們今次的話劇就有這樣的信息在當中的，所以呢我們不是要求你來看，但是要求你來同工。那怎樣同工呢？因為這些這樣的節目呢，其實是為那些未曾信的來預備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的話呢，一會兒完了可以出去可以攞兩張飛嚇，認購又好，或者你咁攞都可以。咁然後咧，去幫手邀請一啲咧係有尋求嘅，或者唔清楚信耶穌係啲咩嘢嘅，或者永生係啲咩嘢，或者我哋基督徒嘅生命係咩咧？咁呢個節目咧就會即係幫我哋可以傳達呢啲信息嘅，而且非常之好睇，非常之好多好聽嘅歌。咁我宣傳到呢度啦，唔該你。我多謝 Sammy 嘅簡單嘅介紹一下接住咧就有另外一個報告。就係咧，我哋教會咧需要好多嘅因為好似我哋大家做家長嘅，我哋能夠喺主日學裏邊專心嘅去聽到嘅時候咧，我哋教會咧係有好多嘅託兒服務嘅。咁其中一個託兒嘅或嘅咧就係比較細嘅嬰兒部啦。咁希望大家能夠有呢個心去作為自己如果尤其是做母親的，你都感受得到當嬰兒最小的時候是特別可能需要多的照顧，需要多的一個或者一對一、一對二的照顧。所以我們教會裡面也很需要一些有心的向這方面侍奉的姊妹或者弟兄去幫助，希望能夠大家有這個心去幫想想怎樣去在這方面 去負擔一下，去幫助教會的。另外呢10月28號呢又是同一個話劇的夜晚黑，我們教會呢也有一些遊戲的節目啦。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世代裡面很多的邪惡，很多的罪，很多的信息都是 不正確的。希望我們藉著教會去給一些正確一點的 正面一點的信息，在這個節日裏面，不是別人所說的一個鬼節裏面，我們反而應該認識到我們所好像今天牧師所說到的我們的豐盛的收穫， OK， 就是一個more positive 一個正面的一個信息裏面的。另外一個音樂會呢就是關心而一個歌星，香港的歌星，他們有一個來到灣區有一個報道形式的 concert 在11月4號，如果有興趣的有想知道多一些關於這個音樂會的，你都可以 scan 個 QR code， 你可以register 都可以的。
咁啊，同埋出邊有個海報咧，喺我哋三角形嗰個 bulletin board 嗰度，同埋如果喺 education 咧，亦都 bulletin board 我哋個 bulletin board 嗰度都有 poster 擺咗喺度，你想知多啲詳情嘅資料。咁啊，完咗崇拜之後，我哋有呢個主日學班啦。咁我哋有暫時仲有六個嘅主日學班，希望大家能夠留喺教會繼續一齊嘅去學啊，分享我哋嘅知識，我哋嘅啊學習聖經嘅話語。最後我哋啊，如果預備咗奉獻嘅咧，我哋後邊有奉獻箱，你可以擺現金或者支票啦，或者如果網上邊嘅，你可以用呢個 QR code scan， 然之後用個 app 嚟到啊去啊支付我哋嘅啊幫助我哋教會去。奉獻裏面藉著奉獻來到為我們教會更加擴展我們的事工。那麼時間留給我們的 Praise Team 去帶我們唱詩歌，不是給我是給大家，給我一起起立好嗎？為什麼這麼多弟兄姊妹都不停地工作呢？因為神有愛在當中，是吧？神有愛給我們，所以我們用愛來回應我們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着 未作人的时候，你已经认识我们，就好像诗歌所讲到的，让我们知道感受到你的爱，我们才感受到我们的人，我们的存在在世上，也都感谢到牧师向我们的挑战，我们要用真诚，我们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聆听，去慢低我们，停下来慢低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地去接触我们身边的人，将这个爱去继续地燃点出去，用我们教会作你的灯台，在湾区里面能够带到更多的人去信主，都感谢主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的生命 作过的一切的事情，因为有着你给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将我们的你的爱能够传出去。以上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是我，你对我的爱从没改，没有因岁月改变，没有因我最新意，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我，从没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实不变，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脸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爱我，让我知道我是全一个，让我知道你是爱。